盘点六位借用艾斯力量的奥特曼，最后一个你肯定没见过，点个赞你就能看到了。一、泽塔。我是ウルトラマン Z。今日は、とある目的のためにここへやってきたんだ。银河。三，梦比优斯。四，捷德。山上风雪追不上花朵世界的眼泪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心事谁了解唯有明月来相随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五泰罗我的兄弟们都是我们的故事我参与よしみんなの力を頼む你知道他是谁吗？风风吹吹